我现在在外面刚到家了，然后为什么我在外面呢？我在跟自己过冬天，因为今天它很突然变很冷了，很享受，我很喜欢，所以我就在外面走一走，很开心的。期待一下，如果我可不可以看到下雪的时候，好吗？我也刚到家，然后今天特别冷，其实没有那么特别冷，但是今天也很冷。然后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天，因为很冷，冬天很开心哦。我很喜欢，有一点冷，有一点干，因为北京很干，但是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好，今天我在外面，然后我帮刘宇拍一个视频，然后今天我来一个假雪，他在那儿，好，他我要在很远，因为他要很小的雪，来。还是大吧，对，是我。你看到还大吗？还大吗？今天很冷，今天很冷，今天很冷。然后我发现一个东西，提醒你们看不到，但是有烟的。看到吗？看不到啊。我刚运动完，然后今天好像会有下雪，所以我们今天来期待一下，如果有的话，今年的小目标就成功，所以很期待哦。我们要去河边，然后就走一走，因为就是现在我看到了一个告诉我们今天天气怎么样，他说今天会下雨，所以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但是我很期待，所以我就去来逛一逛。联盟，为什么？联盟，联盟，联盟。啊？现在我们要扫自行车。现在5:30，雪还没下呢，我等了2个小时，还等着。但是现在是下雨了，雪还没下呢，再等一下。看到了没？看到了没？看到了没？你有雪了！哇，我去来了，我来看一下，我的雪很冷啊！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很多雪在我的这里，看到吗？也看到吗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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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我很享受。你看，你看，很多，大家看，耶，下雪了。这个不是雨哦，这个是雪。我真的希望明天早上也会下雪，因为我要出去练习一些，然后我真的希望如果我出去的话会可以看到雪。我很开心，我很激动啊。大家看了一下，我刚醒的，我刚醒的，我刚醒的。啊，这么厚，你看到了没？这个是很神奇的时刻，看一下，一只，走，哦，很厚啊，你看，你看，走，好冷。你看，真的很冷。哦，我很开心的。啊，
今天的小目标就成功了，还有去那个故宫，去第二个目标拍个照。